太，我觉得刚刚三位妹妹讲的东西都太多了，像是我的世界末日，我的我家我妹妹，明明是最小的，天哪，被老，因为上次讲姐姐被反弹，所以今天一定要好好的讲妹妹。就我的世界末日，就其实第一打开吼，全都掉下去了，你还要擦些什么有的没的？所以我今天带了一个好物吼，就是我皮肤本身非常的干，怎么没有？好物吼，我本身真的非常的干，这一瓶我要推荐给大家，我早晚都涂。哎呦，真的真的，我早晚都涂这个。我以前在美国的时候皮肤非常干，还有一些红血什么的，我这种涂完这个早晚一次，化妆一次，涂完之后我整个脸是就是。就是水亮的，是保湿的，重见光明的，里面有加了那个，这瓶这么厉害，真的，而且它是水水的，它涂上去之后，你就会觉得好像涂了乳液的触感，保湿吗？有，对，保湿。然后再来这一把梳子，厉害吗？干嘛？这很厉害，这真的很厉害，而且现在还涨价了。我本来$80多买，现在涨到$125，还好当初有买下来。就是它当初是戴安娜王妃最爱用的梳子，它梳了就是你头发油啊。或者你头发想要蓬松的话，你就往这边梳，一直梳梳梳，然后就会有那个水亮的头发，所以它会吸油，它会吸油，所以现在那一只很油。对，我有清理过了，有清理过，对，氧化过的味道，嗯哼，有头皮的味道，对，头皮的味道。我身上这两件，哇，我真的好爱这两件。你要逃亡哎，要逃亡就带着跑啊！你要美，就想象你在那个地牢那边，你跟很多人嘛。逃亡为什么在地牢？地下室，地下室。因为逃亡在地下室。寄生上游啊，类似那种，大家都会躲在那儿。当你穿上这一条的时候，人家都会给你 respect， 你知道吗？就是会觉得会。裙子哇，那种感觉，升级，所以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两条裙子，在世界末日一定要逃跑。好，